华人肺癌罹患率直指攀升，哪些人是高危险群？为什么女性不吸烟也会得肺癌？最前沿治疗方法，饮食可以预防肺癌吗？请锁定健康一加一直播间，美东时间1月26号晚上9点，邀请 NCI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陈浩斌医学博士现场精彩解答。新唐人大纪元脸书同步直播，欢迎拨打热线或线上提问。